剥开橘子外皮，浓郁的柑橘香气以及香甜诱人的味道随之飘散在空气中。来自东势的碰柑，各个外形圆润，果品充实饱满。虽然今年受到暖冬因素提前采收，不过整体品质并没有受到影响。今年的话，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产量减少，所以今年特别珍贵，产量减少50%。碰柑每年啊，大家都带给很多的这样一个福气了。他讲啊，大吉大利，吃柑嘛，来当贵喝你吼。那我想东势农会很厉害，那除了把这些优质的这些，不管是柑嘛，那透过我们全台湾最大的这个行销通路，那可能倒杯。农业部指出，新的消费模式下，线上平台购买鲜果礼盒成为便捷的选择，不仅方便消费者，也为农产品的行销开拓了新的渠道，同时也支持农民与农产品的销售。但是内销市场是我们国人最喜爱的这些水果，那我们透过了这些通路超商来贩售，那用这个预购的方式，其实这个农产品刚好是符合季节性的产品，刚好年节也将到了，那欢迎所有的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到我们的这些便利的超商里面来选购来订购。来自东势乡的碰柑，采下来的时候橘子皮由青转黄，果实可以自行储存养分，随着时间慢慢转成糖分，成为甜度适中的水果。而柑橘类更象征大吉大利，提供民众岁末年节送礼的选择。记者刘德瑜采访报道。